赐能力和职分，作词奉命以利亚。新约立约是圣灵，以马内利圣灵在。圣灵进入立约名，恩赐职分基督定。谁也不能瞎胡闹，混乱法归敌基督，唯独顺服的永生，基督法则打胜仗。教会根基是使徒，耶稣基督房角石。使徒率领基督军，先知导航要打开。使徒职分与恩赐，神的启示解经文，确保神道准确性，真假福音分辨出。神迹赶鬼显凭据，先知职分与恩赐。基督说话有耳朵，传递话语像导航。真假使徒先知任，揭露隐情不留情。启示录里有预言，预言解开虚先知。日子到来自然解，使徒先知见教会。神的真道有使徒，上帝之口有先知。教会领袖虚高立，使徒先知按手里。教会职分非人为，需要圣灵来参与。入伍新兵先装备，天兵天将神差遣，耐心等候上战场。使徒学习也三年，学习保罗提摩太，真道宝剑拿在手，精兵强将才备用。老师谢金做培训，教会管理立牧师，讲到能力司提反，腓利恩赐传福音，神迹异能各种显，长老执事辅教会。方言恩赐翻方言，还有恩赐说不完。恩赐目的战魔鬼，撒旦国度抢灵魂，属灵战场看不见，刀剑血战真存在。被杀被掳丢火湖，唯独得胜进天国。神家军队胜率高，各显神通魔鬼跑，基督军队快加入。